出去。然后像这一间的话，就是它目前是没有在这边，然后它是先移到别的地方。走进有百年历史的台南大菜市，有些店家已经搬走，让市场拆迁传闻又起。还有刀具老店已经做好搬迁布条挂上，因为摊位合约从原本3年1签，今年续约申请书只剩3个月，就到6月底。啊，你讲的是1年的时间，但是这1年之间，你要把我们安顿在哪里，他也没有讲。要你们各自去找。对，要我们各自找。透过制高点来看，百年历史市定古迹西市场刚改建完成，为了市容，这块大菜市拆迁传闻不断。里面老店聚集，有90年历史的冰店，老中青客群都有，生意不错。还有开了99年、传承3代的老面摊，在非用餐时间还是相当忙碌，但合约就到6月，未来怎么办？那我们这1年的生存从哪里去？我们21间哈，有凝聚这个向心力，大家都同进退，分开整个这个市场。那个卖点就没，是希望他们把这安置计划提供我们好了，才来讲拆迁的问题。不满市府没给具体方案，主要诉求也只希望所有老店就算短暂搬迁，也要聚在一起。这个可能会有困难，因为周遭没有这么大的安置场地站，就是短期必须要打散掉。我们西市场完成以后，所有的摊商都保证能够回到西市场来做营运。对于在地市场老店因为改建问题被迫搬离经营几十年甚至近100年的摊位，市府和摊商还没达成共识，6月底合约已到，是否拆迁仍是变数。三立新闻邱尚、赖碧香台南报道。